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2018 Lexus IS 300，2019年式 IS 300的话是由 IS 200T 重新改款命名过来的。那它是 IS 是 Lexus 旗下的四门房车，它有2.0涡轮增压的动力，所以在市场上也蛮受到年轻人的族群支持。它的动力偏向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245匹。那这边有后座的长气缝，及后座的内装气缝，完整性都非常的高，内装维持的非常漂亮。然后有后座出风口，那就是它的圆圈。你要是骑臂长来说，前座车门，整体的内装气氛都维持得很棒，包含这个驾驶座支撑位也没有塌陷，整体都很漂亮的，非常的绵密。然后电动座椅，好失望。然后还有自动远光灯，然后感应式头灯、换挡快播键、音响快播键、蓝牙通话功能。这边就是跟车，车道偏移还有定速，好失望，里程保证。然后有 iKey 电热椅，驾驶模式的切换，雪地模式。这边有电视，然后有导航，然后有行车记录器，都整合进去了，应该有的功能都有。行车记录器。45,000，里程保证，有兴趣的请把握，车子非常漂亮，谢谢。实在就是 SUM。